做一个鸡蛋灌饼，这个饼就是在超市买的那种葱油饼，然后把它煎一煎，然后放在鸡蛋上面。然后现在我再炒一个菜，这西葫芦，一会儿再放一点蘑菇一起炒。鸡蛋灌饼翻过来就是这样的。这是猪耳朵，再拌五丝，然后我来点了三盘饺子。今天去 CT 逛了逛，今天就是吃吃喝喝，然后也没有买东西，对，然后跟朋友一起自拍，就是感觉好像很久都没有自拍了，然后自拍都忘了，就都不会拍了，然后就我俩就是拍了好久，最后才有几张觉得还 OK 的，太久没有自拍了，也没出去玩了。泰国餐馆，哇，这个菜单上看都好香哦。这是帕泰炒面，我们点了小鱿鱼串，这上面还有一些蒜。店的咖啡是卡布奇诺。我现在 Target， 然后这个是七七，是澳洲的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牌子，然后我以前就买过他们家的眼影盘，就是颜色很多的那种，现在他们都设计这种九宫格的这个样子。哎对，然后它的这个高光也是挺好看的，没有试用装呢，好吃它的高光膏，这个好像用的几率不是很大。哦，这里是 Essence 的， Essence 的又出新品了，我都好久没看他家的东西了。哦，你看这是，哦，这是他的眼影盘，要试用的。哦，这个颜色好好看哦，是这种玫粉色系的。这是它的外包装。这些都是常规的产品，没有什么新的了。哦，然后这个眼影盘，这个眼影盘，哎，这是这个吗？哦，不是，颜色好像哦，没有 test。这是 rose 盘，他家单色眼影也特别好用，我觉得。面对这个 Nude by Nature 的这个化妆品有点感兴趣，我想买一些来试用一下，做个视频给大家看。然后我现在想试试他们家的粉底，粉底液。不是这里的柜台又没有可以试的，就是我想用这个 Luminous Sheer Liquid Foundation 这个。对，然后他就现买。这种 kit 特别多，就是有散粉啊、primer 这些的。出我的这个刷具，我没有用过他们家的刷具，不过这个价格都还挺便宜。是 Australia's 他们家的彩妆， Target 有卖这种就是有 LED 灯的这种镜子，还挺好的。这边也有卖了，我之前从淘宝买，哦，这个要79，还挺贵的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周末。今天我跟我家宝呢去了 Birkenhead Point， 就是也是一个 outlet， 那里也有 Chemist Warehouse，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给大家一起看一下。我一共买了这些东西，然后一个跟大家说。这个是 L'Oreal 的一个高光，这个高光你们猜多少钱？有一个柜台那里就是专门就是特价的产品，这一个才$2，你敢信吗？这一款高光居然才$2，我真的惊呆了。其实它那个柜台上它写的是全部都$3，然后我还特意让那个柜台小姐姐帮我就刷一下是不是真的是$3，然后她说是$3，但是呢 receipt 上面写的是$2。买了一个这个牌子的一个保湿乳液，它里面是含烟酰胺的成分，烟酰胺呢是有美白祛痘印的这么一个功效，这款面霜就是敏感肌也可以用的，然后就还不错。我就说买来试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含 tea tree 的精华的一个洗面奶，这是给我家宝买的，他就是脸上有些痘痘嘛，然后用这个是洁面的。然后这个呢是 L'Oreal 家的一个清洁面膜，里面还有 charcoal， 就是可以吸附那些脏东西啊什么的，想试试看。然后这个也是给我家宝买的，这个是 QV 家的一个就是乳液，还有 L'Oreal 的这一款眼影盘也是$3。这里面的颜色我觉得除了蓝色其他的都可以用得到，太值了好吗？这个高光跟眼影真的是吓到我了，居然这么便宜。澳洲夏天现在太热了，然后我想做一些低卡路里，然后又有一点解暑的这种小甜品。今天要用到的这个是冰粉粉，就是四川吃火锅饭后的那个冰粉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。我还买了葡萄干还有山楂片，那我现在先煮热水。好，这是我刚煮好的沸水，然后现在我们来放一点这个冰粉粉，然后边倒边搅，不然它就变成一坨一坨的。好了，我现在一袋都放进去了，然后这下面有一些已经结块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我第一次弄这个。然后我们现在就等它凉一凉，然后再给它放到冰箱里头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刚跳完一套操，最近就是有点胖了，然后就现在开始运动，现在要做一个蔬菜沙拉，然后要吃的稍微健康一点。然后我最近都不怎么吃米饭啊、面条啊这种，然后现在就是专吃肉啊、菜啊这种，就是想用饮食来调节一下。主要的菜呢就是这些了，小西红柿、avocado、黄瓜、胡萝卜，然后还有这个玉米粒儿。然后还洗了一些生菜，然后今天我要用这个沙拉酱，然后一会儿我再放一点 tuna 在里面。看我的沙拉做好了，很漂亮吧？好，那我开吃了。看我的冰粉儿，我已经冰了一晚上了。哇哦，跟果冻一样。好，我拿勺把它弄开。有弹性的，真的跟果冻一样。盛一块放在这个碗里，这个看的心情很好哎。老干，我再放点这个山楂水，可是我没有红糖，我就用蜂蜜水好了。蜂蜜水。到非常不正宗的冰粉就做好了。